方字旁，点用右点，横笔向左伸，右边稍短一点。再写，先写这个勾的笔画。注意，这一段要很短，不要写得太长。这个转折处基本上是跟上面对齐，或者是再稍微偏左一点，不要写到太宽，跑到外面去。勾应该是内圆外方，这角在笔画中间。那最后我们写撇，撇的收笔要经过，应该是把这两部分分成两半，它的起笔是在点的下方。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们写的时候，或者说这个撇应该稍微偏上一点，这边间距稍微小点，这边稍微大点，但是不可以把这个撇偏下，上面空的比较大。对于这个点跟这个起笔的点和这个点，三点一线啊，画。左边要长，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。先斜这个笔画。写撇，把它分开，均等，上下均等。撇的收笔的位置基本跟上面横对齐或者稍短。撇要直一点，短一点。横，这个横的起笔要在撇的中间偏下，并且是越低于左边横的收笔的。不要写太长，为了突出下面捺的笔画，撇的起笔应该是在横的中间偏左，竖笔稍微有点弯弯的，呈弧形，捺笔起笔应该尽量靠上，有写到粗，到顿一下出去，这样子形成了一个一收一放，长。长的，长的，中间这部分中宫收紧，这边也是长的，外面要长，但是在里面的笔画要收得紧一点，这个要错位，不要写的跟下面齐平，上面也有错位。女字旁，先写撇折，轻轻的顿一下，向右下方写，行不行？对，这个撇写的时候应该是靠近这个笔画，要往上面去一点，下面出头要短，这个是要跟往这边来的话，跟下一个笔画有呼应关系，上面出头长，下面出头要短一点，要收提，有横变提，尽量这个提不出头，这边有错位啊，这边要收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长，这边长，这边长，有长有短，注意这个字的重心稳定，不要左右歪斜。撇的起笔应该是在横的中间偏左，竖笔稍微有点弯弯的，呈弧形，捺笔起笔应该尽量靠上，有写到粗，到顿一下出去，这样子形成了一个一收一放，长长的长的，中间这部分中宫收紧，这边也是长的，外面要长，但是在里面的笔画要收得紧一点，这个要错位，不要写的跟下面齐平，上面也要错位。女字旁，先写撇折，
轻轻的跺一下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注意这个撇写的时候应该是靠近这个笔画，要往上面去一点，下面突突要短，这个是要跟往这边来的话跟下一个笔画有呼应关系，上面突突长，下面突突的短一点，要收提有横变提，尽量这个提不出头，这边有错位啊，这边要收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长，这边长，这边长，有长有短，注意这个字的重心稳定，不要左右歪斜。白石口在右边的时候一般要靠右下方要稍大一点，对，向左下方斜，靠下是指在这个格子的中间下部占居多，上面占的少点，整体我们看一下左右要错位，这个这也有差不多错位两个级别，所以这个笔画不要太长，收笔的地方是呼应的，跟这个起笔是更近一点，这个要放出去，收笔轻顿向下收，只要粗一点点，反全旁撇顿一下又粗倒吸，这个弯钩会先向右斜，然后再过来撇之后再向下向中间勾，内圆外方啊，笔画在中间，这角在笔画的中间，所以这个弯钩先向右，先向右斜，然后过来撇之后再向下，这样子有个弧形。那我们看一下你最后一笔画应该起笔靠上一点，这个间距跟这个间距空间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子体现成这个上紧下松啊，这边要宽一点，下面要宽一点，这个起笔的地方不可以太粗，稍微轻一点，漏风入笔啊，对，有字有粗到细，注意这个起笔过来横，过来撇之后勾，内圆外方，撇尽量靠上，是上紧下松，横笔误长要稍短，向右上方斜的大坎肩，撇要用竖撇，比左边稍高一点点，下面这边要错位，竖弯钩不要连到撇和横的笔画上，行了，灵动点，最后写点，点要靠近这里面，不要写得太远，钩的方向垂直向上，竖要细，横过来要粗点，下面基本是齐平的，两头微微向上翘，内圆外方，跟左边它要有错位，上边右部稍微高一点点，虫字旁，我们讲过口的外形是上宽下窄，左边这个竖上粗下细，横要细，竖要粗，提按转折有粗到细的过程，最后写这个横也不要写太粗，要
挡住这个竖的笔画。在写中间的竖的时候，应该在口的中间上粗下细，把口左右分成两半均等，提应该向右上方多写点点，提收笔这边的话要短点，左边这边要长一点，横跟横的写的角度是基本一致的，最后一个写的角度要稍微大一点，上宽下窄，红红字。向右上方写点，右边这个第一横要短，应该向右上方写，竖画应该是在横的中间，要向左下方微斜，不要写成垂直的，稍微斜点，下面这个横稍微长一点，比上面的横，这样长短也有变化，一个下边是直的，一个下面略有弧形，下面这个横前面细，后面